放在外角，变化球传二垒，传得很快，抓到 ，sorry， 小可爱 ，you are out。陈崇宇精彩的一个盗垒阻杀，让小可爱隐恨在二垒之前盗垒失败，形成第三个出局数。差一分，哦，达到了，左外野达到了，结果最后赢的是黄志鹏，你看，达到了，哇，志鹏真的厉害，很准哎，哇，时间呐，厉害厉害，有压力有差哈，我本来很怕那个挥空，你知道吗？没有挥空，我就觉得100分了。教练很会喂球，他还会这。半鬼，跟你讲说怎么打，半鬼，阿力吧，因为我们是后宫的啊，对吧、啊？所以阿力就说，打滚地好像就好了、啊，对啊，就尽量往地上打，自己的队友当然要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拿詹子贤的神棒，然后又接到张志豪学长的打击神套，双方加持，然后又有一个打击王教我，哇，太幸福了。模仿秀正式开始，第二球陈奕兴看了看捕手，这一球来脚之后投出，詹子贤打全垒打 OK， 左岸也方向看来这个是有了安大力，非常的好，飞行的轨迹 Over， 不错，哇，林东宇这球平射炮，哇，全垒打成功了 Over。 其实这个全垒打大赛，这一球林子胜方向，有开枪了！邱昌龙，邱总教练，邱总的全垒打，教练有了。距离呢？我觉得这球有机会吗？左外野，哎，又一次换夏哥打法哦。来了，这球可以喘口气。喂球投手也是累啊，也要休息一下。我们的中南教练也是辛苦了，对，但模仿的是叶总的动作哦。三、二、一，打到后面是不是有点累了？对，有点喘了哈。哎，连续打全垒打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。没错。对，连那么不一样都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，那么一样，恭喜青枝，比昨天进步就是好表现。对，一天比一天进步就是好事。对。那明年先预约来打八支，至少八支，然后决赛九支，还有十支。